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的订阅。最近啊又有新的这个热点了，四川西南航空女老师呢上网课时这种声音呢被学生们在这个群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就是最近啊，就是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的有一节这种钉钉网课，让人有点听着有点尴尬，就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感谢大家的订阅啊。这个具体细节呢我会晒在这个旁边，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不跟这个讲的这个语言是对称的，大家自己看，不匹配。也就是说这个民航这个运输五班女老师呢 Zoom 在钉钉会议室给同学上网课的时候呢，原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但是呢有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这个邹老师的声音呢变化太过于明显，而且呢还时不时的伴随着奇怪的这种喘息声。这个学生们呀断定这个邹老师呢正在做某种奇怪的运动。这种奇怪的运动有点太奇怪了。于是啊，这个邹老师呢，这个他们的就是他的这个学生们就在一边上网课，一边在就是另一个平台，就是一个群里面讨论，甚至都有细节，这种几十几分听到被这种声音，这种描述的非常清楚的这种声音有细节，学生们都在这个讨论嘛。这个是有点太尴尬了，这个事情。目前呢，这个邹某已经被这个学校啊给停课了。这个老师图片会晒在旁边。这个教师呢，本来就是说一位神圣的职业，肩负着这种培养下一代的这种重任，非常沉重的任务重任，就所以就是教书育人，育人为先。作为这个教师啊，必须有良好的这种师德师风，德是风，如此啊，就是教好这个自己的这种所带的学生嘛。感谢大家订阅，感谢大家就是吃瓜吧。最近这个流量不怎么好，谢谢大家收看，谢谢大家就是收看到这里，感谢大家。就聊到这里吧，感谢收看。